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亚当尼表示，参加军事外交显示中国军队现代化，其在世界各地活动频繁，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加。现在的解放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全球化，这为多边演习、海军访问和人员交流提供了机会。中国认识到派出高级军官到海外与外军接触的重要性。你说道。作者 Christine Hen， 乔恒毅。